反而大的比较甜。来，你看，哦，我一根两个。娜娜在这儿。一根两个。彤彤一根两个，我看哦，哇，彤彤是创意仙女棒。我一根三个。好像串丸子哦，你。我也要，我也来帮我，来帮我。我一根四个。彤彤在串丸子吗？哇，好亮哦。哇哇哇，还要还要，这样会加速点完呢，很快就没了。哎，我只剩一个了。对啊，你这样子点那么多，一下就没了哦。我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哇，好快！哎，你的那个火花直接飞出去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还有没有人要的？我还要，只剩小的了。妈妈，那个给你，剩小的。先放石头椅子上，很小心，那个上面很烫哦。放土里面好了，先放土里面，等一下再捡起来。先放土这边。但是我还有一根快点。等一下再捡起来。这里给你，我不想要这个。为什么？等它不烫了再捡起来。嗯。啊，我又有了。没了。我变一刀流了呀，我二刀流没了。没了。东东没了，东东过来这里。真的话就三刀流了。我还要两个，我还要一刀。我没了。东东，小心你过来。好，拿过来。小心不要碰到毛毛，差点碰到毛毛。你还要吗？你还要是吗？来。你拿一个去找那个哥哥，找哥哥帮你接。妈咪，看，妈咪，干嘛？有了，来东东，拿着小心哦。我要这样，我要做帽子。可以啊，我跟着你们，不要害怕。我在这里录影，有要加入吗？录影啊！那我要玩录影，看你们玩录影，要玩录影，你要玩。东东小心哦！来的，啊不要碰，那个火不要碰到地板。哦，好多哦，这样好壮观哦！你们这好多哦。东东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好，往前，你往前。我在，我是拿一大堆。露营，露营。哦，好了，哦，我的肉也没了。来给你，乐乐。玩一根新的肉。彤彤好玩吗？你喜欢仙女棒吗？我不要烫我的手指。不可能弄到人。一次点两个哎。我刚吃五个。哥哥刚刚破纪录。不吃。他一次点五个，两秒就没了。我再点两个，好，他要点两个，东东要点两个，放下来放地板，我没了，嘿，放地板，先放地板，妈妈再捡，妈妈再给你一个，这样子他不会比较快，给你一个，没了，小心哦，不要戳到人喽，这样子他的火会比较快熄掉，我摔摔，不，东东，你摔小心一点，不要甩到我，我不要甩到我，还要，啊，还要，仙女棒跷跷板。哇，他好像在特技表演了，哥哥在特技表演。好吧，让我去捡其他人的。哎，我两个，我怎么两个？我刚记得只有一个。露营，不要。露营结束，他们在仙女棒跷跷板。两个。没有了哈。还有。还有哦。你没了，你熄了。哦，我的再来是我的，还有，我三个，我肉没了，没有。好像糖葫芦哦，串丸子。我要三。我还要。小心，你这样不要对着我。
会烫伤。就算它没火了，还是很烫。要先等它凉了再拿。对。哦，我又没有。我给弟弟要给你。哥哥说啊，也没了，快，还有谁有？还有谁有？没了。你不要跟着他过来，东东，我会害怕。好来，东东。我在露营。我还要妈妈，我还要。不要这样，太多，这样一下就没了，彤彤，不要这样，一下就没了。啊，东东来，我已经坏了，等你，我已经买了。好，给你。四个，哎，我要三个，四个。再有一个，我还要再一个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手不要乱动。好漂亮！我要三个。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每点就三个。对啊，很漂亮。三个二，东东。你套到哥哥的裤子，他哥哥裤子够厚。哎不，那个裤子没有了。上去拿。不要上去拿。我拆开了，真的碰到我腰了。还好你裤子够厚。东东，你不要乱动。哎，我没。我弄不到，东东，你不要一直动。算了，我自己拿打火机好了。啊！我差点就上这里。不可以这样，好危险哦！要小心，你要很小心，很小心哦。要很小心，很小心哦。要很小心，很小心哦。有了。哎！哦。我有了。一个电话呀！喂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东东放下，东东的要没了，放下，哇！好，给你。姐姐还要玩吗？好啊，姐姐还要玩吗？好，弟弟不要看，很危险，危险！不要让我看，我要生气你了，不可以随便看。哎，我有火！我这个，我今天录音好了，即使没人跟随我，觉得你很危险。对，你好危险。哥哥在这里露营呢，彤彤，你看这里好像一个小山洞。哎，大家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，我怕你撞到我。要这样激励我。哎，我成功露营了。我也成功露营了。啊！倒了。完了，捡不起了。完了。完了啦，彤彤，我都捡不起了。好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快走，快跑！我加油！不会啦，不要。你太夸张了，好不好？没了，已经熄了啦。那边都被烧掉。没有啊，熄火了。太夸张了。不，又倒了。啊，弟弟的这边不要了。等一下，我用两只手，好烫哦。好了，捡起来了，捡起来没有啦，彤彤在乱讲了，哪有烧掉？他这个掉地，他不敢捡了，掉到这个缝缝里，他不敢捡。那个都是谁给人家乱丢？要捡起来啊，要捡起来，放在这里用完的。嗯，好了。谁乱丢？没有人乱。